这样子。你刚检查过大概是这样子，哎，嗯 ，OK。那其实绿色的球就比较不需要去那个。所以我就是心脏，就是血管方面的问题比较多。大脑，好，又大脑。哎。OK。我现在给你看一个大姐的病例给你看。不用照这，你先不用照她的。因为我这个要上网站的，不要讲一下的。这是你目前的状况。哎。当然，健康是要很多条件配合的。是。所以我现在是看起来是肠胃跟脑的血管跟心脏的血管跟脊椎上面的这个脚，嗯，跟脚，那是左脚还是右脚？因为你的骨头啊，骨头，对，你的骨头，刚刚骨头那个是怎么样？你记不记得那个骨头？全身的骨头，有骨骼啊，哎，有没有看到？哎。这个地方有没有？嗯，是。这几个地方的问题显示出来。哦。这表示他现在正在改善当中。我不晓得你之前怎么样，那要做那个比较才会知道。好，OK。是，好，谢谢。客气。